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再次的回到菲拉铁皮教会，我是 Joanne，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教会的最新动向。在来临的星期六4月9号， Superkids 聚会将会举办一场 Superkids Olympic 运动会，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在 Jalan Matahari 的操场进行。小朋友们记得要穿上你的运动装和要准时出席。云顶更新建造营将落在4月8号到10号，课程包括有 E-Tree 成为基督的精兵、牧养技巧、分次、恩次。成人收费是80令吉，不包括交通费用。凡是渴望成为领袖的朋友们，可以向 KT 姐妹或宝娟姐妹报名。我们需要可以准备30的弟兄姐妹，凡是有负担或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向同工报名。在来临的4月尾，信徒教育系统将会举办2个特别的课程，因此在4月24号的 MTS 2和 E2 将会被取消，改为在当天下午2点钟的如何进行家庭与医院探访，和在4月29号星期五晚上8点半的如何为病人祷告。牧师将会亲自教导大家如何有果效的来服侍有需要的朋友们，欢迎有感动参与医院探访以及病人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。生命导师训练课程落在4月28号到30号早上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，在菲拉铁菲教会参加此课程可得到180令吉的优惠价，类似的课程在外的收费可高达3000令吉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，名额只限35人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向丽姐妹报名。领袖家庭退休会将落在7月7号和7月8号，星期四和星期五，费用是150令吉，鼓励所有的牧羊领袖们来参加。 Super Kids 以及儿童主日学准备了一系列的上衣，好让小朋友们在参加活动时可以穿，同时父母也可以一起购买，打造一家人的家庭服装。一个衣服的价格是25令吉，有兴趣的家长们可以在会后向后面的柜台购取。 Pastor Ming 将会在下一周4月10号与我们分享的主日信息是试探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试探，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独自的面对，我们需要的是来自教会和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和守望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来渴慕来自上帝的话语。今天的 CPM TV 就到此结束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奉献。